大家好啊！这期给大家讲点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要逼的坑啊，免得到时候命都搭进去了啊。这个话题呢是说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几个已经离开了岗位的，有的是离开了，有的是退休了，有的是被赶走了。说有一个人叫毕福剑，老毕啊，大家都知道他；然后老崔啊，崔永元啊，知道他。 还说这个，还有一个记一个主持人叫赵普，赵普这个人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名字好像知道过，啊听听过。还有一个一个人是一女的，叫什么来着啊？刘芳菲啊，刘芳菲、呃，就他们这几个人呢，现在都不在中央电视台了，所以这几个人呢，现在呢就在一起啊，是说要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做点事情。 尽量的说点真话，年纪也大了，是不是？哎，我觉得我看到了就挺感动。他就他们这几天就联手，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啊，就发布了这么一个消息啊，就说中国啊有三样东西你是绝对不能吃的，绝对不能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小朋友吃的那个果冻，那个果冻里面有毒，不能吃。就是这种凝结状的这种食物。 啊、呃，不要吃！里面加了一种一种什么东西，他并没有细说。他说真正的内幕非常的可怕，我不想告诉大家，我只是提醒你们。啊、呃，我作为一个，就他们几个人作为这么有名的一个曾经在央视里面露脸的这些个人儿，然后呢？ 本着一个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关心啊，就说有第一是果冻不能吃。哎呦，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啊。果冻这个东西啊，我是心里是知道的啊。一般十八岁以下的人都爱吃，但吃起来好玩儿，知道吧？它有一种游戏感。 应该是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在吃，而且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啊！中国国产的果冻不能吃，就是那种凝结状的。什么叫凝结状啊？我也我也没法用科学语言跟你的解释，你就想想果冻那个样子。第二种凝结状的东西你不能吃是什么？是是固体的酸奶。哎，这个东西我我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去解释的，但是我知道的啊，酸奶它有两种酸奶嘛，一种酸奶呢是。 比较稠是吧？但是呢，它是它是叫什么啊？它还是处在一个什么呃流动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把它倒到碗里面，它可以流动，啊。这叫牛状酸奶，这个东西呢挺好啊，挺好。我经常是吃这个东西。但是你还有一种酸奶，其实更贵更好。 就是固体，就是你必须用勺子一勺子一勺子的把它挖出来，然后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你不能用喝的方式去吃它。啊、呃，我最喜欢吃的这种固体酸奶是法国的一个一个品牌，我经常去超市去买。它那个酸奶吃起来呢，没有任何的甜味儿，嗯、呃，口感呢也没有这个牛体酸奶那么好吃啊。但是呢，我查了它一下它的成分啊。 更有营养，更有营养，所以国内也有这样东西不能吃，为什么？里面含有的某种特别的危险的毒物啊，跟这个前面的说的果冻是一样的啊啊！我认真的跟大家讲一讲啊，我讲的尽量让老百姓听得懂，雅俗共赏啊，所以这个固体酸奶打死不要吃，说说液体的酸奶。 哎，反而是可以吃的。说当年的液体酸奶里面也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三聚氰胺，是吧？让它变稠嘛，但是可以流动。后来三聚氰胺被打死了，现在所有的三聚氰胺的这一套生产体系呢，就给销毁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酸奶里面反而哎还行，就是这种用于凝结的这种什什么东西有毒，他也没仔细说。他说真正的内幕不能说的太细，说的太细了以后他们自己也不安全。 虽然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但是还是不安全，是吧？被跨省被抓进去完蛋了，是吧？第三是什么东西？第三搞了一个特别新的词儿，叫国产猪肉，啊，绝对不能吃啊，绝对不能吃。哎、啊，国产猪肉这个不能吃的原因倒是说的比较详细啊，说猪肉这个东西啊，它有两种猪肉，一种是国产猪肉，一种是进口猪肉。 中国大量的进口猪肉进口都是通过两个国家，一个是米国，一个是俄罗斯，是吧？俄罗斯的猪肉曾经是有有病毒的，是不是？ 完了，美国的猪肉是最好的，但是有大量的猪肉都是国产的。啊、呃，大家有一段时间还记得吧？是网易的老板丁磊、嗯，嗯、呃，玩不下去了，是不是？搞别的去了？干嘛？现在养猪去了？说马云曾经也是曾经去养猪去了，因为中国中国人多啊，中国人个个都吃猪肉啊。我现在是不吃猪肉的啊，我现在也不是不吃，也不要装啊，就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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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偶尔吃那么一一一丢丢。 而是而且不是大块的，比如说吃麻婆豆腐，里面它有肉沫子，是不是？这会吃一点儿，啊，有时候吃这个一种浓汤面，面里面有几块猪肉，再吃一点儿啊。平时我几乎是至少有五年没有没有在超市买过猪肉了啊，都是买的牛肉、买的海鲜什么的啊，不不再吃猪肉。但是国内的猪肉就更不能吃了，原因是什么呢？啊，说这个猪肉啊，以前叫什么注水猪肉。 注水猪很简单嘛，就是往就搞一个注射器往它的皮肤里面注水呗，是不是？让它就变得很重呗。一头猪你注很多水以后，它可以重十来斤，所以它能够赚钱，是吧？农民他就搞这些个事情，养猪的农民就这么缺德啊，嗯、呃。 但是现在的这种直接注水的方法已经落伍了，更高级的、更科学的方法出现了。说他们现在跟猪跟猪注射了一种药物，两种药物，这种药物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呃，我没记住啊。完，他说的也不清楚。这种药物注射进去以后呢，然后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你注射这个药物以后，你就拼命的用水龙头。 给猪的这个口腔里面就给它灌水，直接给它灌水，让它的肚子装十二十多公斤这个纯粹的水，是吧？水水如果进入肚子以后啊，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撒尿呗，要撒出来呗。哎，这个药物就起到一种作用，就是我把这个水注在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去之后啊。 它没法通过排泄的方式，没法通过撒尿的方式把水排出来。它可以在猪的身体里面保持，在它的肉体里面啊，保持大概三十六个小时到四十八个小时，也就是两天呗。 两三天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在两三天的时间之内，这个猪肉早就卖光了。所以本来是一百五十斤的猪，肉，它可以卖到一百八十斤，它就赚这三十三十公斤的肉钱。所以这个水没有问题，注水猪肉只是味道不那么好吃，只是这个水分太多，是不是？但是你现在打了针了以后，打了药物以后，它直接是对人体有剧毒，而且没有办法分解。 所以他就讲中国的国产的猪肉有这么一个惊人的内幕，你绝对不能吃。我我说的很清楚嘛，而且他同时还曝光了一个巨大的中国国家体育队的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个惊人的秘密已经有至少有五年了。就中国国家体育队，他因为他要比赛嘛，是不是？因为他要拿冠军嘛，要向习主席汇报嘛，所以他们国家体育队，任何一个体育队，什么乒乓球队呀，什么这个篮球队呀，羽毛球队，就所有的国家体育总局里面的，呃，各个球队的队员是从来从来从来不吃国产猪肉的，他们吃的猪肉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是国家体育总局里面的。 这个厨子是吧？大师傅曝光出来的内幕，他们给中央电视台的这帮人讲的这个消息，让人惊呆了，都是。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听到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它重要吗？我认为非常重要。推特上有一哥们儿天天表扬我说、啊：“孙老师，你讲一讲吧，讲这个事情讲一讲，因为你讲了之后，嗯，说不定能够救人一命呢。” 哎，这句话把我就是给说中了啊，就给我把我说感动了。我做事情的原则就是这样子的，做事情的原则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听懂了我的话，我这个工作就值。这不是一种这个所谓的以少胜多的原则，这都是很 no 的一些个解释，这是从学术层面、从思想层面可以解释的。啊、呃、思想层面有一个经济学的原理叫帕里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呢，是指就就讲说，只要一个人他没有变得更坏，这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后来有人就通过这个很学术的语言，就说出了一句话，我经常用，很多人看不懂，但是呢，这是我的做事的一个原则，叫做个体的边际效应。 是吧？一个个体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它会形成一个边际效应，而且这个边际效应呢，它是递增的。哎，这句话你还是没听懂，是不是？你如果没有一点点学术训练，你还是没听懂什么叫边际效应，什么叫递增啊？什么叫边际效应的改进效应？什么叫帕累托改进？你根本就听不懂。哎，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以前中国的这个。 在清朝的时候，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西方人的传教士啊来中国。我们都知道什么斯图雷登啊，他们都是传教士。他们有戏，这个，你像在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就有。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叫汤若望还是叫什么？他来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他就在广东传了一个中国人信上帝了。 你想想吧，这个事情，你如果三十年时间，你就只让一个人信上帝，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一样的在那里乐此不疲，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个体的心灵的改变，他会有一种伟大的边际效应递增，所以你能想象吗？今天的中国。 虽然习近平迫害基督教，但是习近平你不得不承认，你老婆也唱《哈里路亚》，是不是？习近平你不得不承认，你协和医院是传教士办的，是吧？习近平你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西方的传教士，是不是你娘生你的时候，你只能找接生婆，你北京不可能有这个妇产科医院。 呃、哎，中国不可能有大学，哎，不可能有现代性的医院，是不是？这个道理它在这里，事实在这里，这就是伟大的边际效应递增。所以我做事情的原则就是这样子的：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有所变化，我的工作就是拥有天地之间最大的意义。所以我这些年也是，虽然我的平时说话呀，我也因为我不爱装，是吧？没什么可装的，我不过是一个人，我的心中堆满了无尽的黑暗。 和无尽的幽暗的心思，我装什么呢？我在大大方方的承认我自己，我就是一个有限有罪、无知无知、无力无耻的人啊！但是我依然永远不会改变我穿福音的姿势，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国要想改进，唯一的可以的。 可以有效果的选项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没有任何路子离开的福音所讲的任何的思想，不管你是什么自由主义还是什么保守主义，哎呀，还是什么市场经济，都是扯淡啊！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以福音为土壤，如果没有土壤，你怎么种种菜呢？你怎么种树呢？你怎么插秧呢？你怎么？ 你怎么行走呢？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现在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写的几百万字的思想史的笔记，都是以福音为土壤的。呃、如果没有没有这个土壤，如果我不传福音，我专门搞这些知识分子的，啊、呃，自己给自己画口红的事情，毫无意义。 包括这个所谓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研究者，如果你不去传福音，你一天到晚扯什么保守主义，基本上我就认为你扯淡，你是闲着闲得慌，你还不如干点别的。扯得有点远啊，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做节目就是这个态度啊，我把这些个重要的公共信息、重要的卫生信息、重要的食物信息告诉给大家。我如果能够挽救一个人的性命，那真是。 那真是天使都欢呼。用佛教的话讲，就是救人一命，是吧？胜造奇迹，浮屠，非常的不错。谢谢。